不向強權屈服，堅持以理服人，以論擊石。喂，呢節我哋講咩好啊？講兩件事。啊！而家第一件事講廖明，講一件事先啦。第二件事開多次講。係廖，唔係個我哋，因為想我知道第二件事，但我都可以嘅，都可以嘅。哦、okay. ，講廖寧浩。嚇、啊！廖寧浩做咗一樣嘢近期。廖寧浩啊，即係中國嘅航空母艦，就出咗去呢個第一島鏈之外，嗯，演習啦。其實有乜島唔島鏈啦、啊？人哋有冇唔俾你出？嗱，其實咁嘅，所有嘅島鏈咧。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嚟嘅，唔係佢知佢攞佢好似學小細路仔玩連線遊戲咁樣樣。唔係呢個地緣政治概念嚟嘅。嗯哼嗯就算而家你就算全個中國或者其他華人地區咧，佢、嗯、哋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嘅。係，咁咪因為呢、這個因為呢個係一條連線嚟嘅。嗯哼，係啊，唔係虛無，唔係一件冇係唔虛無，係應該點樣講咧？係一個地緣政治嘅概念。concept 嚟嘅啫，即係好簡單噶。民主自由係冇一樣叫實際呢樣呢個物品叫民主自由噶。嗯哼，一個 concept 嚟噶嘛。係，其實第一道已經一個 concept 嚟嘅。嗯哼，係啦。佢哋咧就跟住咧，然之後咧就咧，跟住咧就沿住呢個台灣海峽嘅中線。嗯哼，中線就返回佢嘅母港嗰度。係，係啦，咁樣嘅。中線的西邊是即是大陸那邊、嗯、哼沿著中線、嗯、哼就諗住嚇鬼、嗯、其實呢也都很得意的就反映了幾樣東西第一樣東西嚇不到鬼的、嗯、哼第一美國佬不怕你是美國佬有臭死、嗯、哼你壞鍋東西的是啦沒錯你二手東西的、okay. 事實上我真的真的嚇過誰啊是啊第二台灣，台灣人有很多嘢講，係，因為佢哋心唔踏實啊。O、okay, K， 明唔明啊？嗯，個心裏個底氣唔夠，驚驚地，驚驚地。嗯哼，但係咧，台灣政府係未驚過你，正常咯、啊。呢點解？點解咧？你想象下一件事啊，一路啊，佢由南往北返啊，嗯哼，一路啊喺個頭頂嗰度啊，兩隻 F-16 戰機度飛來飛去。O、okay.咁你諗下一個航空母艦群啊，何比竟然可以容許人咁樣做啊？而個都冇事一樣，即係你個戰鬥力都有問題。仲有一樣嘢，仲有一樣嘢就係咧，佢嗰只艦咪細啦，戰機少啦，想同美國搏命唔使講噶啦，人哋打殘你噶啦，冇得搏啊，再裝飾就得啫，裝飾嘅啫。仲有一樣嘢不能夜間作戰哦，原來係咁。美國航空母艦專門夜間作戰噶嘛，啊、你就係夜間作戰，先你難防啊嘛。嗯，佢唔可以夜間作戰噶。係咩？我真係而家先知。係啊，學你學，不能夜間作戰噶。居然係咁。補給仲要好短嘅咋。嗯。要補給好短嘅啫，你成個星期啊，可以同你死咗成個星期啊。佢幾日就要補給噶啦？唔係人哋美國啲航空母艦咧喺上面自己種菜㗎。係啊，同埋咧，你好犀利。同埋呢啲戰機咧係要嗰條跑道咧，人哋係有一塊板㗎嘛，彈只飛機出去㗎嘛。係。同埋將只飛機一減速拉翻你翻嚟㗎嘛。係。佢係冇㗎。嗯哼。仲斜台㗎嘛。嗯。斜台你飛㗎嘛。是完全兩碼子問題嚟噶，係啊，美國啲蒸汽彈射嚟噶啦，蒸汽彈射嚟噶，仲有人哋嗰啲核動力啊，啊，係啊，人哋嗰部唔係核動力噶，嗯哼，咁你呢啲唔使講啊，係，所以咧，好古怪，嗯哼，所以咧佢又以為嚇鬼，嗯哼，點一啲都唔嚇鬼，誒鬼都嚇唔到，鬼都嚇唔到，咁咧。最後點呢最後咧，而家話咧，可能海軍方面咧，可能要被追究責任。追究啲咩嘅責任咧？嚇唔到鬼，係嚇唔到鬼。仲要咧，將自己弱點透露曬出嚟。係。人哋查到你嗰只嘢可能入水嘅，甚至。O、okay. K。有點近嘅。係。係啦，咁嘅情形。嗯哼。嗯，咁嘅情形，所以咧。而家甚至日本人用港澳咁重大嘅日本海上防衛隊，我四個鐘頭解決東海南海。
咁當然呢個吹水啦。呢啲我都聽唔少呢啲。呢個吹水啦，梗係我唔信嘅。係啦。但咧有個人有一位出咗去即係出咗國嘅軍人解放軍嘅軍官講嘅。因為佢係投奔自由啊啲人啦。OK。佢講一樣嘢。就唔係投奔渡海啦。如果共產黨要攻台，如果冇美國幫忙，因為而家對方而家中華人民國政府就成日都講嘛，只可以有兩個星期啊嘛。佢講得啱，台灣之下嗰一個星期係啱嘅。當冇美國佬幫嘅時候，即係周邊國家唔幫嘅時候。但問題就係咁樣啦，佢話根本喺政治上唔得，敢咁做政治上唔得。第一，俾人哋 embargo， 禁運，係啊。第二捱唔到好耐啫，講真。第二上到去，如果人道災難，美國佬就會插隻手入嚟，大條道理。又大條道理，又唔知點好。政治上唔得啊，行動上當然冇美國佬幫就梗係易啦。但個問題啊嘛，成個導彈防衛系統喺度，係成個薩德系統喺度。人家是你就算打下來你付的代價很大啊，因為人家就有大條道理打你的城市啊嘛，是的，可以炸嬌了深圳啊、上海啊這樣的，是啊，炸嬌你的北京又怎樣，是啊，炸香港也可以的，就炸香港又可以啫，是啊，他大條道理這樣做啊，是不是，是啊，有時候就炸了你禮賓府的屁股，是啊，所以不是好玩的，是啊，所以不好玩。同埋而家你遼寧號嘅弱點俾人暴露曬出嚟啦。咁究竟點樣咧？行唔到鬼啊！呢啲早知嘅呢啲。係我哋嘅當然早知啦。唔係即係渣呢樣嘢一早知嘅啦，真係打燈俾你個。係啊，係啊，真係咪彎啊！係啊，所以人哋係唔驚你嘅。係咪酸？同埋咧，你要記住咧，其實有時我唔知共產黨啲人係咪搞錯定乜鬼嘅。點樣咧？唔知扮未瞓醒啊！就是真的未瞓醒，就是扮未瞓醒。怎樣呢？嗱，好簡單。打個比喻，如果好似我頭先食飯都講，你如嗱，好似譬如話喺我係你譬如話，真係成日話就話一個中國特務，人哋乜乜乜乜。你一成日個心態就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。但係帝國主義係咪真係想亡你咧？係一定唔係啦。咁唔係嘅話，咁緊你扮瞓啦，扮瞓啦，即係真係未瞓醒啦。都好多人真係信㗎，老老實實。係啊，我知姨媽姑爹成日都覺得。我都知信，我都知有人信。成日都覺得害怕中國崛起輪啊咁樣樣。好簡單，好多人都害怕中國崛起輪，我都信嘅呢、這個。但係咧，人哋咧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咧。就咧，我唔知道我哋真信定假信，淨係真係成日覺得以為有鬼，而實際上係冇鬼嘅，因為鬼係個理論啦，我成日都講啦。究竟係真係未瞓，真係未瞓醒啊，即係假扮未瞓醒咧？你講邊啲人先？就算我唔好講，就算喺大陸啊做官啊做成嗰啲人啊，或者做核心嗰啲人啊，係真係未瞓醒亦瞓醒？就是扮未瞓醒咧，兩樣嘢嘅喎，未瞓醒同扮未瞓醒兩樣嘢嘅喎。嚇！究竟係唔係咁？究竟係點嘅咧？係啦。嗱，假設如果你係而家你個問題係你要明白，你要接招嘅係接乜嘢招咧？係人哋時不時嚟整蠱你啊嘛。人哋擺明係整蠱你，佢整蠱你嘅目的。是因為你要挑戰他世界霸主的地位嘛，是這樣的嘛，純粹不是要滅你嘛，不是亡你嘛，你是真不知假不知呢，只是你真的經常覺得有鬼，就是怎樣呢？這件事我們都要問，你未睡醒要睡醒，只是真的扮未睡醒呢？是啦，這個老實說我答你不到，我真的答你不到，甚至啊，可能啊，嗰幾個上位啊，有啲人就真係信啦，有啲人又真係被瞓醒嘅喎，真係以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喎、有啲人咧
就已經瞓醒了，但係班未瞓醒。嗯，有一種人，有一種人，因為他知道 要利用啲嘢揼人，係咪咁樣咧？嗯，誒呢、這個冇啊，呢、這個冇人可以解答到嘅問題嚟嘅。嗯係啦，亦都亦都係啊，甚至佢哋自己都解答唔到嘅問題嚟嘅。嗯哼，係啦，所以有時我哋依個問題覺得好奇怪。嗯，你明知㗎啦，你使乜成日怕搏美國佬啫？唔使噶，唔出聲唔得。你見俄羅斯會幾時會出聲嘅呢啲嘢？係、所以好奇怪，真係好奇怪。嗯，係。咁呢個講咁多先啦。咁下一節就講另外一件事。好啊。環球思維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